在第二个小单元中、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如何用形容词来描写人的情感、属性或事物的性质、特点等,等先来看一段小视频さっきは何の授業でしたか鈴木先生の日本語の授業でした。若くてかっこいいです。鈴木先生は厳しいですかいいえ、厳しくありません。 とても優しいです。大家看，在刚才这段视频中 o s n 在描述铃木老师外貌特征和性格特点的时候，都用到了形容词。该句型是用形容词来描写人的情感、属性或事物的性质、特点等等。日语形容词都是以“一结尾，形容词词干“一后接“ this。 是敬体表达方式，其否定形式需要把词尾一变形为 k 再加上表示否定的 nae，形容词词干 k naides 或者形容词词干 k a l i m a s n 是其否定形式。关于敬体和简体的表达方式，我们将在第十四课进行具体讲解。それでは、私と一緒に例文を読みま 下面、新屏幕前の同学、跟我一起读立か北京の冬は寒いですかはい、とても寒いです。はい、とても寒いです。この漫画はどうですかこの漫画は どうですかとても面白いです。とても面白いです。李さんの仕事は忙しいですか李さんの仕事は忙しいですかいいえ、そんなに忙しくありません。いいえ、そんなに忙しくありません。 请注意，刚才最后一个例句中的回答，so nani so g a s h i k a r i masen，要用日语表达不怎么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 so nani nai，或者是 amari nai 这个句式来丰富我们的语言。例如，我们说不难，可以说 muzakashikari masen。如果要表达不怎么难的话，怎么说呢？ 我们要说“そうなり難しいありませ或者是“あまり難しいありません”。那么在这里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要表达不怎么高的时候怎么说呢？我相信大家已经有答案了。是的，我们可以说“そうなり高くありませ或者是“あまり高くありません”。 就像这个样子，希望同学们能够灵活掌握。关于这一部分内容，我们将在第六课详细讲解。另外，在询问某人或者某物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连体词 o んな加上名词的形式，也可以使用疑问副词 DO 来提问。比如，鈴木先生はどんな先生ですか？ 或者是可能忙噶哇多的斯噶等等，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在刚才这个视频中，a 桑在介绍铃木老师外貌特征的时候，还用到了形容词的并列形式。いい在这里 t 是接续助词，接在形容词的连用形形容词词干 o u 的后面。 在该句型中表示并列关系，请大家一定要结合大量的练习，熟练掌握日语形容词的活用形式。では一下面，请屏幕前的大家跟我一起读例句。リさんの部屋はどうですか？リさ a の部屋はどうですか？ 広くて明るいです。とても広くて明るいです。です田中さんはおもしろくて優しいです。田中さんはおもしろくて優しいです。この公園は汚くてうるさいです。この公園は 汚くてうるさいです。在刚才的第一个例句里，在表示房间非常宽敞且明亮的时候，还用到了表示程度的副词とても，在这里表示“非常”“很”的意思。下面，请屏幕前的同学跟我一起做练习，请大家结合个人的实际情况回答我的问题。 同時要注意形容詞の活用形式。日本語はどうですか難しいですか日本語の先生はどんな先生ですか あなたの量は広いですか